明主，您终于到了。中途出现一点啊变数，让主持救下了。什么变数？太主持坐拥天门高位，这个变数应该就未再出现了。哈哈，明主，请。小时孤煞无情，看来金刚尊已要毁了。金面侠，果然众人看清楚，天门车魔为因何行路输秀。有些无情的败类，情上一无平，在你的面前因会顺道，您竟然无动于衷，踏着因的尸体之过。啊，竟然！我答应过一步悬空，未再动杀，但我的主持人，即时就扣。天门与女魔勾结，不但事实，而且罪证确凿，该肃清了。不好，天门！就在冲突一触即发之时，剑修无人患中不修。文武对行海雄偏酒，莫后孙天门兄已顺金光尊法旨退回天门。哈，但是退哈。是谁的四级的回凶？禀诉。主席，冷静。啊，老衲知影。莫何尊，你也要与金光尊同流合污？幻海惊鸿的所作所为，无关天门。无论是贵气，现在休假，以来。借点度众生，妄受其蒙，人不相人，魔不相魔，情不相情，我破因果，唯有。